就被掀，连呼吸都被埋怨，我到底做错什么，还是我的错觉，我不是故意，声音那么明显，难道我呼吸频率音量分贝高了一点， Oh baby sorry， 让我去隔壁房间，还给你一个完美无限宁静私人空间。今天是以一个专业的婚顾人员来跟拍的，我已经答应过自己，我一定要努力向上，绝对不能辜负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找你当我的婚顾吗？哎，兄弟，我们都是兄弟一场了，别再跟我计较这个啊！你结婚就是我结婚，好不好？我就是你的婚顾 ，OK？ 哎呀，不用了，这种小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。哎，婚顾也是我的专业啊。反正我今天就是你的婚顾。好吗？哪有人自己结婚当新郎来当自己的婚顾啊？你是第一次结婚啊？是啊，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马董事啊，日理万机的，小的我怎么敢劳驾您呢？是不是啊？欧平刚，我们如果是兄弟的话，叫我一声马哥，你再叫我马董，我就跟你翻脸。是兄弟，才要公私分明嘛。你现在是在上班，你是在上班，你就是马董事。你是马董事，我就要叫你马董事。叫我马哥。马董事啊，你眼睛有点歪，我帮你调一下啊。哎，这领带蛮好看的，马董事。啊！叫你叫我马哥，你叫马董事，马董事，你再叫声我就宰你。谁叫我马董事，我就宰谁。马董事，林老师，我叫你。岳父好。说要杀了谁啊？没有，岳父大人，你想怎么叫都可以。我问你，你跟子莹公正了？是的，岳父大人。哎，既然都已经结婚了，连个结婚照都没有，你想要当生意啊吧？说，对不对啊？是的，岳父。那这些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子莲，你今天不必上班，就在这边拍婚照，最少要100组。可是我等一下有福伦社的餐会，晚上还有2个会要开。那些事情交由老爸去办。给我拍漂亮一点，如果太丑的话，唯你是的。嗯。还有，以后绝对不能辜负我的女儿。如果你劈腿，只要你把那个腿，嘿嘿，我马上把你的董事收回了，然后把你。去养鸡、养鱼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岳父大人。
老天爷、岳父大人在上，我马两船保证，我绝对会用我的生命捍卫我跟芷玲的爱情，绝对无二，否则天打雷劈。嗯，你有这个决心，很好。就把我女儿托付给你，记得哦，说得到要做得到啊，马董事。可能因为曾经爱太深，才会想太远，想太多。学会相爱要首先自爱，忘了真爱也要忘我，只怕爱情的真言听太多，用脑筋多于用情，情也是钥匙而不是枷锁。每一次恋爱都好像没受伤过，像孩子天真的想说话，我想做什么就做，上次犯的错对的人会欣赏你的错，无限次恋爱都要像初恋执着，像大人认真能承担沉默，洒脱不是退缩，不要将寄望变成寄托。真的好美，好美哦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你穿婚纱，现在你终于从梦里走出来了。看到你这么美，我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沉鱼落雁。原来岳父之前要我去捕鱼捉鸡，就是在跟我预告这么美好的一天。平康，你还不快点给我滚过来！美吗？美，超美的，已经美的超乎任何想象。坐好，在这边等。可是妈咪好慢。你忘记了，你上次在山上走丢的事情，妈咪有交代，我们要在这边等她。更何况你上次走丢，我们大家都好担心你哦。设计师叔叔还被妈咪骂哎。对不起，是我自己跑去找狗狗，害设计师叔叔被妈咪骂。没关系，你平安无事就好。不过。你是不是应该跟设计师叔叔道歉啊？会的，我会跟设计师叔叔说对不起。叔叔，我跟你说哟，原来设计师叔叔就是我的爸爸。我知道啊。可是这样子，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当我的爸爸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妈咪说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爸爸。好好，我跟你说，一般的小朋友
只能有一个爸爸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比较与众不同，你可以有两个爸爸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不过你要先让妈咪嫁给我才可以。那妈咪什么时候要嫁给你？很快吧。有多快？像卡车一样快，还是像飞机一样快，还是像游泳，还是像火车？比这些都快。那还是像小鸟。周围的人都得到幸福的话，那这一切就是值得的了。从现在起，就让我用爸爸的心情爱你，然后用设计师叔叔的身份和你相处吧。你想清楚了吗？阿浩，你还记不记得妈咪跟你说什么？嗯，记得。设计师爸爸也要给你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来，来，我们把门打开，爸爸要送你的礼物就在里面哦。
先生，我是不是有说过不可以给好好治病的，请你附送一次？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吗？那现在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先听我解释。你看，这个假的不能吃啊。而且你看我这个巧克力金字塔排得那么整齐，只要好好偷吃一个，我都会发现。你不用担心，真的。好，来，你看，我有买你最喜欢的乐高哦，还有拼图，你看还有彩色笔，还有画板。以后呢，我们可以一起拼乐高，而且你还可以跟爸爸一起比赛画画哦。爸爸，你看那个墙壁好多照片哦。那是爸爸跟浩浩的回忆之墙啊，来，我帮你看。你看，你记不记得，这是我们一起去游泳的，有吗？你看，这是你装睡美人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啊，这是去 Hello Kitty 的时候。这是哪里？这是游泳起来，我帮你擦头发，记不记得？刘子俊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想把浩浩留在这边一天，可以吗？你今天想不想留在爸爸这边？好。谢谢你支持我的决定。不用谢我，好好本来就是刘子君的小孩啊。我能够理解你这样做的做法。不过，你做的决定都是对的。是这样，你不可以因为爱我，就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太矫情了，不满足。可是我真的这样觉得啊，因为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，所以我只要支持你，不需要怀疑你。而且，你让好好去住刘子俊家，我们就独处的时间可以甜蜜约会。这决定真的太棒了！我妈说你太老实，不会用甜言蜜语。我看你根本是半途之老虎，你就会用那种无辜的眼神啊，跟表情，让人家对你不设防，然后用渗透式的进攻。哇！来不及了，已经进入别人的心了。可是这一招只对你有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爱上我了，我才能够进攻啊！你越来越臭屁啊你啊！那个爱露屁股的男孩回来了哦。怎么样？你不喜欢这个调皮捣蛋的黄世佳吗？喜欢。什么样的黄世佳，我都喜欢。我也是。什么样的厉小梅，我也都爱。芷琳跟两船他们公证结婚了耶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对啊，而且芷琳她还变成公司的大股东，两船变成荣誉董事哦。啊，离开这么多天发生什么这么多事情？所以你以后啊不要随便不见，否则哪天我不见你都不知道。刘先生又来家里跟我道歉呢。道歉？对啊，而且他说他不再坚持用好好爸爸的身份来跟好好见面。好好嘞，那我跟你到底等啊？我把他留在他爸爸那边了。原来你们见面了。嗯。好了好了，事情这样处理哦。很好了，很多事情哦，如果能够多为对方想一下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不高兴的事情。是是是，你妈说的是。我这几天带好好出去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在想，可能是我那天说话说得太重，刺激到刘子君，他
才会讲出那些话来。对啊，很多事情本来没有那么复杂了，只是我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，所以才会让事情扭曲了原来单纯的样子。对啊，是没错。不过妈，你都没有看到刘子君爱好好那个爱得要命的样子，而且我看把好好带过去，我还偷看到刘子君在哭哎，一点都不像我们认识那个又直率又调皮的刘子君。这个刘先生惨了啦，他一定会被我们家好好管得死死的，就像你小时候把你爸管得死死的一样。你没有听说过一物克一物吗？像刘子君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又爱整人的人，铁定被我们家好好克得死死死的。哎，这个女儿哈，真的是每一个爸爸最大的克星了。不管说是再怎么样强悍的男人哦，只要碰到这个小情人哦，就只能乖乖举手投降。对耶，妈，我小时候是不是有订那个爸爸守则啊？然后我写一堆很多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而且如果爸爸没有做到的话，我还要罚他。对呀，啊，你爸爸居然还乖乖遵守呢。哦，很多毛病我跟他讲了很久，改都不改。你一说他居然就改了，真的是哦。啊，吃醋啊，真是的。西五步。1 2 3 4 5，耶！转圈飞高高，耶！快点快点，转圈飞高高，转圈飞高高，我们已经转了8次了，我不想转了。可是是你自己说要走五步，五步就是转圈飞高高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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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王王子好累啊，不想转不动啊。公主亲了王子一下，王子就不会想睡觉了。耶！王子现在超级有精神，可以抱小公主一起转圈飞高高啦！哟！要飞了！第九圈了，你吃太多了。好累，我累了。你累什么累？我才累。我才累。你怎么累？我是抱你做那个转圈飞高高的嘞。我才累。你哪有累？我累，没有累，没有累。爸爸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对不起？因为我害你被妈妈骂，所以我答应了高叔叔要跟你说对不起。爸爸就说是被妈咪骂也是应该的。爸爸。怎么了？我之前答应乐高叔叔，要他当我的爸比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可以有两个爸爸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耶！那小朋友一定会很羡慕我的。可是乐高叔叔说要先娶妈咪才能当我的爸比。那你就当可爱的小天使，赶快让你的妈咪嫁给乐高叔叔就好了。让爸爸想一想。太小孩子气了一点。你看你妈看起来那么温柔，
可是当他捍卫他自己爱情的时候，可以变得那么勇敢，那么坚强，好了不起哦。那你喜欢我妈吗？喜欢啊，当然喜欢啊。你是怕以后会有婆媳问题哦？不会啦，你放心。我觉得伯母呢，她是一个很可以沟通，而且不会啰嗦的长辈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的。其实啊，我爸走得很早，从小我就和我妈相依为命，所以我就会很在乎她的想法。这次让你们碰面之前，我真的超紧张的。可是你现在碰面了，相处也很融洽，就放心。平康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跟你一起好好孝顺伯母的。谢谢你，我也会好好孝顺黄爸爸妈。说到孝顺我爸我妈，我都快被我妈烦死了。最近只要我待在家，她都一直跟我唠叨婚礼的事情，然后就一直追问我们筹备的怎么样啊。她老是觉得我们两个不够积极。是吗？嗯。可是我们都已经在做了，你看，我们婚纱照也拍了，婚礼的场地也定了，长辈们也碰过面认识了，哎，我们就只差婚礼的主题了。就是婚礼的主题啊。你还记不记得上一回小梅姐帮我爸妈办的紫同婚庆祝会？嗯，我妈超满意的，所以她才会一直追问我说这次婚礼的主题是什么啊，总要有点纪念意义嘛。嗯，还是平康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也是为了这个很烦恼啊，我跟马哥已经想了很久了，就是想不到一个很好的主题。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虽然结婚是我们两个在结，可是还是要顾虑到长辈的感受。长辈的感受，不错嘛。我妈如果知道你那么重视长辈的感受，一定很开心。啊，要不然这样好了。我们把父母的爱这个主题放到婚礼里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父母的爱听起来好像不错哎。不错哦。那就交给你去办咯。好，交由我来处理，我明天就来办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。在你的隔壁做你的朋友，在你的上空为你守护着天色，曾经被动只是一种保护色，但你早已融化我。多走的路只为让缘分牵手，失眠刚好温习那味甜的痛。在这个世上，如果选你们同行，捍卫了你，我才终于成熟。说了爱你以后，爸爸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昏倒了，醒不来了。公主亲了王子一下，王子就不会想睡觉了。哎，是我眼前的小公主的吻把我清醒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叔叔，我肚子饿了。不是叔叔，是爸爸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要吃汉堡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赶快换衣服，然后出去吃早餐。好，走。嗨。
在这个世上，如果选一门功课，捍卫了你，我才终于成熟。说了爱你以后，有机会慢慢开花结果。你若怎么样，小公主满意吗？满意。耶，成功了。我的手上真的是我跟你们说哟，我的爸爸是宇宙超级无敌霹雳下的爸爸。耶。嗯，像我爸爸都不会买薯条给我吃，就超级不帅的，还是你爸爸最帅的。谢谢，爸爸，你有没有小杯子？我要分可乐给他喝。好，爸爸拿给你，喝吧。要说什么？有爸爸的话就可以吃汉堡和薯条，真的好棒哦！我妈咪想要不给我吃。你说妈咪以前都不让你吃汉堡跟薯条？对啊。完蛋了！要是今天的行为被小妹知道，她一定会把我妈闹臭头的，死定了。谢谢好好，不客气。管他的，反正吃都吃了。好好，吃完之后陪爸爸运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吃。抓一个喂我，再来一个，然后那边的那边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剩下来要讨论的应该就是我们平康哥的婚礼哦。谢阳官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们的主题还没有具体的想法，可是我和诗婷已经讨论过了，我们想要把父母的爱这个主题放到我们的婚礼里面，然后借由这个来向双方家长致意。我觉得这还不错哎，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想想好了，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加进去。嗯，谢小梅姐。对，经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晚了我来晚了。哦，马董事好。小梅姐，你千万别这样叫我，你这次是折杀我，你要我如何是好啊？你都高升荣誉董事了，我这样叫你不对吗？小梅姐，拜托你，以后你还是叫我两船就可以了，你这样叫我承受不起啊，承受不起，承受不起。好了，不闹你了。嗯，你有自己的办公室不去，来这边干嘛？
在那办公室才待不到五分钟，我就觉得特别的空虚寂寞，觉得冷。小梅姐，拜托你以后千千万万不要赶我走，你就把我当成以前在婚期部的马两船，尽量的使唤我，命令我，虐待我吧。好，如果你以后有空想来我们婚期部的话，我们随时欢迎你。谢谢小妹姐，小妹姐遵命，以后有任何事情交付给我，我马两船一定使命必达。哎，对了，欧炳康，我们待会不是还要帮客户迎娶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出发了，走。哦，好。小妹姐，嗯，拜拜，中午见，拜拜。走了。好。你怎么了，亚飞？哦，小妹姐，你看，大家谈恋爱的谈恋爱，结婚的也都结婚了，好幸福甜蜜哦，就只剩下我，还孤单一个人的。其实我平常有在参加一些联谊活动啦，但是就是没有遇到来电的对象啊。哎，小妹姐，我的条件是不是很差？怎么会？你长得漂亮又聪明，条件很好啊。只不过小梅姐想要提醒你，一个没有自信的女人是得不到好男人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都不爱你自己了，谁来爱你？哎，也对。哎，不过小梅姐，我真的很担心，要是我过了适婚年龄还结不成婚，我就会变成别人口中的剩女。剩女又怎么样？我反而觉得所谓的适婚年龄不该只是生理年龄，而且我觉得即使你结了婚之后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，如果一个心智不够成熟的女人是无法面对这一切的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要建立好自己的自信心，那么懂得欣赏你爱你的好男人，注意哦，是好男人，他自然而然就会出现。嗯，那小妹姐，我要以你作为榜样，努力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女生。好，拭目以待。小龙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好，我现在要见你哦。哦，立刻马上。怎么啦？妈，我要去找小龙。找小龙？嗯，他现在在上班呢。对啊，什么事情这么急啊？很急，但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出门了。哎，拜拜。哎，我今晚想安装，小两口吵架了？不会吧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没有啊，黑黑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看到啊。你看，小白点，你看到吗？这小白点就是我们的小孩，这就是发育中的胚胎。可是就这么一小点，感觉好不真实哦。对啊，我把声音转大声点，让你听听看他的心跳声。这是他的心跳声，怎么这么快啊？放心，心跳速度随年龄增长而递减。你现在觉得小朋友的声音心跳声比大人快很多，这是正常的。老婆，谢谢你，我终于要当爸爸了。我一定会更努力，让你跟孩子都过更好的生活。
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去灯光美、气氛佳、适合约会的地方，一定会很喜欢。这里不太好吧？是不是太快了？我们午休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。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半小时，所以我们才要快啊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而且一定要快很准哦，知道吗？好，我尽力。餐厅有没有像我说的灯光美、气氛佳，又很适合约会？原来你要带我来的是旅馆里的这家餐厅啊。嗯，对啊。不喜欢啊？没有啊，我很喜欢啊，只是我以为。你以为什么？没有。还是你不想要吃？不会啊，我想吃。是哦，可是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失望的感觉？有吗？我很开心啊，我非常开心哎。那就好，赶快吃啊！我刚刚不是说过要快很准吗？我们时间不多。你说的快很准，是指这个？对啊。我们丽家吃火锅啊，向来就是快很准，主厨一上菜立刻进攻。啊，那你说清楚嘛，我以为。你又以为什么？没有了，赶快吃！你不是说要快很准吗？谢谢。啊，黄世佳，你很坏哦。吃饭，吃饭。吃快一点吧。只有半小时可以利用的时间。半个小时？半小时可以干嘛？半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只要给我半小时，我让你终身难忘。恋爱都要像初恋执着。
是不是不要将寂寞变成